们视线可能要一直从左手边开始，谢谢。前面好，左前方这边。这边中间。好，再慢慢移到中间。中间上方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在中间下方完后，慢慢的移到右前方，谢谢。右前方还有右下方，最右边可能要帮我照顾一下，因为最右边有媒体朋友在啊、哦、蹲坐在这边也很辛苦呢。好，还有在哪边需要？好，再回到中间，谢谢。好，左手边是不是？好，都有拍到吗？好，谢谢我们媒体朋友，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麦克风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哇 ，Hito 年度大跃进啊！哦，还有这个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也有那个我们的十大坏歌曲啊。是的，这个其实我说，《P 魔幻力量》因为已经从去年的台北小巨蛋呐、啊，然后现在又拿奖啊，因为七月份、八月份的时候要去高雄嘛，对对，其实高雄巨蛋七月很满哎，然后这个成绩又这么的好，心情如何？今天觉得很，其实蛮感动的，因为去年对 MP 来讲算是蛮丰收的一年，第一次终于站上小巨蛋开了一场万人演唱会，然后我觉得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歌迷，因为。就是因为他们，然后把我们一直送到更大的舞台上面，然后也很谢谢 HitFM 这么照顾我们。是的，是因为那个 MP 魔幻力量了，有这么多的音乐，歌迷朋友们就每一首歌都要跟着一直唱跳哎，而且这个不只是台湾，其实海外也有很多地方的巡回嘛，对不对？对、哦。所以这样子会不会又要这个准备演唱会，然后又要筹备下一张专辑，或者是有一些要你知道灵感啊什么的，会不会在工作上面非常的辛苦，或者是？不会、啊，因为其实我们。蛮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因为就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。然后其实，但是创作的东西就是找机会去想我们的灵感这样，所以是很充实的感觉。很充实，对。那我们现场媒体朋友有要发问的。因为今年的那个年度大跃进的这个奖，会不会真的觉得自己在这一年当中真的很多美梦成真？又上小巨蛋，又上高雄巨蛋，会不会真的觉得在这一年当中很多的梦想都有达成这样？有，其实真的，因为我们六个当初决定组团的时候，就大家讲好说，我们一定要六个人一起站上最大的舞台。然后去年真的终于完成了。然后除了进小巨蛋之外，然后没有想到前一阵子公布了金曲奖的名单，对，然后竟然还可以入围就是金曲奖的最佳乐团，所以真的就是除了感谢还是感谢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我知道 MP 魔幻力量呢，在今天我们会压轴登场的，跟王心凌一起，对不对？王心凌现在也已经来到了媒体采访中心，然后我们一起欢迎王心凌，耶、yeah! ！对不起哦，我没有抓，我抓到了，想说刚刚好那个 Q 到那个时间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这个太开心了，说到这个 MP 魔幻力量，其实说到这个歌手跟歌手一起组合，然后一起合作，其实算是蛮难得的。对，有时候可能演唱会可以邀请一些嘉宾，但是这一次2015流行乐奖颁奖典礼特别找来了王心凌，因为是首次合作。其实之前就跟他有缘分，之前在 MPM 发片之前，那个谷谷、雷宝跟凯凯就有帮。王心凌编曲一首歌，就是新电影的，对，然后这次就是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，然后也是因为这次为了这个颁奖典礼，然后跟他一起合作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也很荣幸可以跟甜心教主一起合作，我们也很期待。那马上邀请 Cindy 王心凌一起来到媒体采访中心，然后我们一起来一张合照好了，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麦克风，让 Cindy 王心凌跟 MP 魔幻力量一起合照，谢谢。小鼓快一点。那我可能那个七位视线可能要一试一下，从左手边开始好了，谢谢。左边，最左边。给你转一下。前面这边。好，左前方完后再慢慢移到中间上方好了，中间上方第二排也是我们的平面媒体啊，然后中间下方，谢谢。中间下方完后再慢慢的移到右前方，还有右下方这边。这里。中间前方是不是？好，都有拍到了吗？右下角最后了，谢谢。
好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难得看到这个组合啦，所以就拍不停。好，都有拍到了吗？好，谢谢，再一次谢谢我们 MP 魔幻力量，然后我们要请 Cindy 王心凌稍微留步一下下啦哈。